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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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大家阿弥陀佛。那我们看一下课本15页，看一下课本十五页第9，上次讲到第8，就是佛为什么要说般若波罗蜜，那么龙树给他开眼成所谓的21世，缘起21世，就是讲了21点。那现在讲第9点，就是佛为什么要说般若波罗蜜。那他说这个未断结使做大医王。好，他说一切众生为结使病所烦恼。那么结使基本上就是烦恼，结使就是烦恼。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等一下来讲。那一般烦恼有很多名称，毒、缠、垢、结、死，结跟死又不一样，那通常都是在形容烦恼的，那这里为结使病所烦恼，结使其实是烦恼的一个名称。无始生死以来，无人能治此病者。就是在佛出现以前，并没有真正能够断尽烦恼的人，就是并没有真正能够解脱的人。那因为这个是当时印度有主要两种修行人，一种就是沙门，一种叫做婆罗门。婆罗门是以四吠陀为主的。那佛陀时代已经有所谓的奥义书，强调这个一切众生依业而有轮回，依智而能得解脱，就是不轮回。但是虽然是这样那婆罗门教强调解脱是真智，是见到真我就是梵我，那么这样以见真我而得解脱。那这样的解脱从佛法看起来，它并不是真的能解脱并没有办法真正治断尽烦恼的一切病所以这个虽然有向解脱的人，但并没有得解脱的人那另外就是所谓的反婆罗门的沙门，那当时的沙门有所谓的七大沙门团，包括佛教那么基本上是七大沙门团，所以佛法常常把除了佛法之外的沙门团那么就叫做外道，就佛法之外的分内跟外那这些外道主要就是六大沙门团阿逸多富兰那、波伏陀、摩伽里善若夷、尼犍子那么这些外道不是讲常见就是讲断见，那不管是常见跟断见都是在我见里面都是在我见里面。那么这样的一个我见常见断见，主要就是人死了之后那么还存不存在，那么人出生以前那么是怎么样一种状态那就是讲有没有灵魂，有没有神我，有没有自信这一些。那么不管你讲有还是没有，它都是在常见跟断见里面。讲有不变的、恒常的自主的、独一的，那么这个是常见。那人死之前并不存在，人死之后也不存在，灰灰烟灭那么这个是断见。
那不管是常见断见，都是啊，都可以归纳到我见啊。那这样跟沙门、婆罗门这一些，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不管什么样的修行方法，他都没有办法得解脱啊，没有办法得解脱。所以啊，他这里啊才说，这个无始生死以来啊，那么众生是生，众生的轮回是无始，就是没有开始。你说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啊？那么这个在当时也常常很多人问，《阿含经》里面也有很多啊，这外道在问啊。那么人究竟是什么来的？就是生命究竟是怎么来的？怎么结束的？现在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最开始是怎么样？最后会怎么样？那其实不只是印度啊，中国，那么甚至是啊欧洲啊，那么这一些都会有人探讨这个问题啊。印度当时也不例外啊，也是在探讨这个问题。那所以有很多的宗教哲学出现。那佛法啊，把它叫做九十六种外道，中国就叫做诸子百家啊，就非常多的这样探讨这个世间的现象、生命的现象。那到底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最初是什么？最后会是什么？啊，那我们现在的科学啊，也在探讨啊，这个世界最初是什么？最后会怎么样啊？那佛法来讲，啊，就是说人的生死，从佛法来说了啊，人的生死是无始有终，就是你要找他一个开始，一开始的点是没有的啊，所以叫做无始，其实没有一个最初的开始的点啊。那但是他有没有结束的时候呢？有，解脱的时候就结束了，解脱的时候就结束了。啊，所以啊，比如说对初果、二果、三果跟阿罗汉来说，它是无始有终。初果最多七次，它就不会再生死了；二果最多两次，啊，一来一往，它就不会生死了；三果最多一次，再来一次就不会生死了。最多阿罗汉这一次完了就没有了，啊，没有下一次了，啊，叫做不受后有。那么这个从佛法来讲叫做无始有终，啊，它有结束的时候。对凡夫来讲，你还没有证出国以前，没有欲入圣流以前，它叫做无始无终，不知没有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无始无终，啊，那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凡夫啊，一般的这个因为有烦恼啊，那么为烦恼所苦啊，因为烦恼就会造业，造业就会受苦。那么你没有解决烦恼，你就不可能停止造业，你不能停止造业，你就不能停止受苦啊。那这个是所谓我们常常讲祸业苦，祸业苦，生死死生循环反复，轮回不已。好，所以他说无始生死以来无人能治此病啊，就是在这个世间，那么还没有遇见，在佛之前啊，当然你说在佛之前没有佛吗？有，啊，释迦佛之前是迦摄佛啊，那甚至啊一直推到他证无生法忍，那个时候啊是燃灯佛，就非常多的佛。那释迦佛之后还是有佛啊，但是这个是就当时啊，当时印度的情形来讲啊，因为迦摄佛离释迦佛已经很远了啊，大家也不知道有这尊佛。那么迦摄佛也是在这个世间成佛的，我们说的千佛都是在这个世间成佛的，包括弥勒佛，弥勒佛成佛的时候也是来这个世间成佛，只是这个世间是人寿八万四千岁的时候，迦摄佛是人寿两万岁的时候啊，那释迦佛是人寿一百岁的时候，
那已经隔非常远了啊，那么也没有迦叶佛的历史啊，除了诸佛讲之外，没有这个历史啊，啊，所以才会说啊，那么在当时啊，那么包括印度的吠陀思想是大概从现有的文化里面来看，大概是这个地球存在算是最很久远的东西啊，啊，而且还现在还一直有。啊，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过啊，那么已经是至少都三千多年以上了，至少三千多年以上了啊。所以啊，但是从那么长远以来，并没有真正解脱的人啊，并没有真正解脱的人，那就是也不能讲没有，因为还有辟支佛，还有辟支佛，但是辟支佛并没有像佛这样。辟支佛并没有像佛这样去到处为人说法，让令众生得解脱，并没有啊。所以他说：“无人能治此病的，常为外道恶师所误。”啊，就经常都为外道啊恶师所误啊。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啊，等一下来讲烦恼啊，还有这六师外道啊。先把这一段看完。那他说：“我今。”出世为大医王，集诸法药，奴等当服。啊，是故佛说《般若波罗蜜经》。好，佛为什么要讲《般若波罗蜜》？啊，那么这是第九个原因啊，叫做缘起事啊，就是佛说般若的缘起啊，就是原因呢 啊。那第九个是未断结时做大医王。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医王啊，大医王。那在杂含啊三八九经啊，那么这个三八九经可以跟一二二零经啊同时看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它是分在不同的经啊，但是在记者论里面是把它集为一本经，就是它应该是同一本经啊，这、就是一起的啊，就是杂含还有一个是三一二二零经啊，一二二零。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件事，先讲三八九经这一部经啊，这本经仅据舍论叫做良医经啊。他讲到啊，佛陀如来印证等觉是大医王，他第一个就讲啊，如来印证等觉是大医王啊，那么跟这个一样啊，他说如来印证等觉为大医王，这个是佛陀自己讲的啦啊，就好像我今世为大医王啊。那他说那什么叫做，他说世间的医生啊，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回去看这部经，他说世间的医生啊，那么能够治病，但是这个病不一定治得好，就算治好了后来还是会再生病，那么因病而死。所以医生能够治病，那个是暂时好，你不能让这个身体永远不病啊，就算你没有病，死也是一种病，器官衰竭嘛啊，那么老化了啊，他没有办法治，他可以从世间来讲，他可以治老，他可以治病，但不能治老跟治死。他也许可以用种种方法让这个人不生病，但是没有办法让这个人不老，让这个人不死啊，没有办法。何况你说真的要让他不生病也很难。那么就算你让他，你把他的病治好了，那么你不可能让他以后不会再得这种病啊。有一些当然例外，比如说天花啊，他用疫苗打上去，他从此以后不会再得天花啊。但是多数的病他都没有办法这样啊，治好了啊还会再有，那么后来都是因病而死，多数的人都是因病而死。那么就算你器官衰竭啊，心脏跳动的次数有一定的，那么时间到了他就要怎么样，他就要死。所以就算病稍微会好，那么也不是真正的好啊。那么所以他还会复发，甚至治病的时候有后遗症，把胃治好了啊，这个把这个胃治好了啊，那这个肠不好了，把这个肝治好了，胃不好了啊，把骨头治好了，胃不好了，反正就类似像这样啊。那么有副作用，有后遗症，而且不能就近。好，那说大医王就是超越，这个大是超越，
最大的无上，超越一切世间的医生啊。那用医生来比喻，因为医生是治病的嘛，啊，那众生的病是什么？啊，众生的病，浅一点的来讲，近一点的来讲，就是身心的病，叫做四大不调。啊，远一点的来讲，就是烦恼苦烦恼的病。那么再远一点，根本上来讲，就是轮回的病。啊，因为有轮回，所以有生死。因为有轮回生死，所以有种种苦，有这个业报生，因为有这个业报生，所以会有种种病，啊，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么佛治病，那么就包括生死轮回的病，最主要是这种病。所以我们说苦有三种苦嘛，现世苦、现世苦、来世苦跟究竟苦。现世的、来世的啊，跟究竟轮回啊，究竟苦是轮回的意思啊，就一直一直都是这样，一次一次受苦啊，一次一次受苦。那现世的基本上就包含啊，我们说八苦，这个身体的、心理的啊、人情的、世间的啊，种种啊，生理上的、心理上的啊，那么种种的那么。主要就是身心境啊环境这样的，那么这些就痛苦。来世的基本上是三恶道啊，基本上佛法叫做三途八难啊。那比较有苦相间的基本上就是三恶道啊，就是你来世堕三恶道受苦。那么这一世是人啊，是从人来讲的，那你有身的苦、心的苦跟境的苦啊，那基本上就叫做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老病死。那佛法啊，就叫做五蕴炽盛，身心境基本上就是五蕴炽盛。有这个五蕴身，那么因为无常变化，所以叫做无常故苦啊，其实这样。那这个苦，一定有，就好像病，这个苦就是一种病，病就让人束缚，束缚是什么啊？就是。你得了这个病，你这个不能吃，你这个事不能做啊。那你脚受伤啊，你不能走啊。你嘴巴受伤啊，你不能讲话，喉咙受伤，你吞不下东西，它就有束缚、有限制、有局限。这个苦啊，基本上它病是一种苦啊。那苦包含的很多了啊。那所有东西你局限住了、限制住了。那么障碍你、束缚你的啊，都可以叫做苦或是病，啊，那么这样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受苦，我们就叫做轮回，啊，轮回。那因为你没有解决它，它就反复、反复，我们叫做循环反复。好，那佛法是大医王啊，他讲到有四法成就，名大医王。第一个善知，就是他如实知啊，有时候我们叫如实知病。知道种种病啊，这个病那个病，你这个是什么病，你那个是什么病。那从佛法来讲啊，你这个是什么苦，那个是什么苦啊，那这个叫做啊善知病啊。那么你不知道病，就是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有时候对，有时候不对啊。那你外表看似这种病，实际上不是这种病啊，所以你必须要如实知善知啊，非常善巧有智慧的啊，能够明辨这种种的病啊。所以啊，这个是佛法里面来讲啊，它基本上是苦圣地啊，它这个基本上就在讲四圣地的四法，就是四圣地啊。那么成就啊，名叫做大医王。那第二个就是善知病源啊，就是那这个病那的原因是什么啊。像我们现在这种新冠病毒，如果在早期啊，啊早期的医生就认为啊，他有可能啊，是以前的医生，最早的医生都是巫医嘛，他认为病是有那个瘟神在作怪啊，瘟神啊，比方像传染病啊，叫瘟神在作怪，所以要请送走这个瘟神啊。那我们现在民间很多那一种八家将啊，或什么样，那些有些也就是要把瘟神送走的，或有很多仪式。
那么这个仪式还保留下来啊，所以现在很多做教的那一种，就是道教在南宫浙九啊，就是他建教这种，基本上很多都是送瘟神的啊，送瘟神的啊，然后让这个瘟神送上一条船，坐到一条船，然后给他带上粮食啊，坐一条船啊。我们以前我们家附近也有，几年一次就有这种送瘟神的活动，然后给他打造一条船，然后就是给他送上米啊，送上钱啊，送上吃的，然后到海边，然后把它点燃，然后让它烧，然后就送走，送瘟神啊。那么基本上以前的人认为这个是瘟神带来的，所以要把瘟神送走。这个就是什么？他知道有瘟疫，但是他找不到原因，他认为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瘟神，所以怎么样也不能好。那有时候好啊，有时候不好，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像这个很多的这个病啊，像现在的医生有时候也是这样，他认为细菌从哪里来的啊？那比如说有以前的人研究啊，这个肉为什么会腐烂啊？那肉放久了自己就会烂，那么他就觉得肉放久了自己能够长出虫出来啊？那其实不是，后来就做研究啊，用那个烧管弯曲的，让细菌进不去啊，因为那以前还没有显微镜，没有发现到细菌嘛，不知道。可是放久了就会烂，就好像你那个土里面没什么，忽然之间就有萤火虫出来了啊。古代的人就认为那个草会化成萤火虫啊。那这个就是不了解它是怎么变化的啊。所以以前的人认为，这个西方也是这样啊，认为这个肉自己就会长出那个虫出来。后来经过研究啊，那么其实肉不会自己长出来，它会变坏而已。它长出来是因为有苍蝇飞过啊，那么下蛋在那里面，那蛋很小，你看不见啊，那你都没有看见什么东西，久了它就自动长虫出来了，长蛆出来了，那你就开始认为这个虫这个肉放久就自然会长虫啊。那这个其实啊，这个其实就是他不知道病源，不知道病的根源啊。那佛法要知道，如果病是轮回，就生死轮回，那么生死轮回的根源是什么？那生死是一种病，很多人不认为生死是一种病啊，很多人不认为生死是一种病啊，他甚至我这一生活得很好啊，生生世世我都这样也没问题啊啊。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幸福快乐不代表你来世一样会幸福快乐啊，你现在幸福快乐不代表你未来下半生或是明天后天你会幸福快乐，不一定啊。那通常没有感受到苦的人都是比较幸福的人，特别是天人啊，人间基本上多数的人是有苦了，多数人是有苦，但是苦不一定能够解决，你有很多忧苦你不一定能够解决，解决不了啊。所以多数的人都会什么，像李白就典型的啊，就是世间多忧苦，那这怎么样，他一借酒消愁，就是你喝酒，反正就是喝酒，喝酒你的苦就不见了，忧苦就不见了啊。那苦是一种我们人世间很明显的一种现象，离苦也是多数人的心愿，但没有人知道怎么离苦，没有人知道怎么离苦啊。那所以也因此造成啊，那么开始有一些人开始去追求怎么离苦。那么在中国就有所谓的道家仙家啊，这种的啊，炼丹的、炼气的、炼符的啊，这种种啊，然后鬼神相应的非常的多。那么所有这个大概我们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些文明里面，都有追求永生、长生不死的人，都有这一种。但是真的有吗？真的有长生不死的吗？有永生的人吗？除了佛教的解脱之外啊，当然我们是从佛法的观点来看，你只能够活得长一点，不能够永远不死。因为从佛法的缘起理论来看，有生必有死，有生必有死，你不能够生而不死。但是多数的人
他的方法就是追求生而不死。那从佛法来看，生而不死是不可能的，就是你死后不再生，这个才是根本。就是你现在生了，那你必定要死，但是你死后不再生，这个才是真正不死的方法。好，那这样就来讲到啊，这个善知对治，就是怎么样可以解决这种问题。那么古代啊，有很多禁忌，基本上是大这个人类对于大自然或是对于环境未知的恐惧，那么想出种种的方法啊，比如说地震，那么我们就啊建个什么整个庙，还是建个什么，把这个把这个地震镇住，让它不再震啊。比如说最典型的啊，这个药师经里面讲到啊，这个月，这个就是月亮啊，那么看不到了，我们叫做月食啊，就是没有了，或是日食，太阳看不见了，那大家会起恐慌，就认为天上有一只天狗啊，天上有一只狗把太阳吞掉了，把月亮吞掉了。那你知道，太阳让我们白天做事，月亮让我们晚上看得见啊，日跟月对于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一只天狗，天上有一只狗要把月亮吃掉了，渐渐吃，渐渐吃，渐渐吃，越来越看不见了，这整颗都不见了，大家就起恐慌啊，因为他看不到，不知道怎么现象嘛。那么太阳就更恐慌了啊，太阳这天狗食日啊，就把太阳一点一点一点吃掉，你会看到太阳一点一点不见了，然后人就很恐慌，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怎么办啊？他就认为这天上这只狗要把它赶走，怎么赶呢？就大家所有村里的人都把他家的锅盆、锅碗瓢盆拿出来敲，大力敲，大力敲，全村的人全部起来敲，敲了不久之后，渐渐那个天狗怕到了，又把太阳或是月亮吐出来了，一点一点吐出来，一点一点吐出来，啊，他们就认为这一招有效，他们就认为这一招有效，为什么？哎，经过大家一阵敲击之后，那只天狗怕到了，太阳又还给我们了，月亮还给我们了，所以从此之后，从此之后，只要看见日食月食，大家就拼命敲，拼命敲，每次敲每次有效，他就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那么多宗教，那为什么他们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坚持用这样的修行要得到解脱？因为他们就是有这种观念啊，我们的过去那个谁已经得解脱了，过去谁已经得解脱了啊，婆罗门也是这样啊。那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也有讲到啊，他说就是因为修这个法得解脱了啊。那么，但是他真的解脱了吗？啊，那你看到这样就是解脱了吗？所以这个很多事大家都是用猜的了，用猜的，那么用想当然的，那这个其实佛法说其实不是这样子啊。那所以善知对治，就是说你知道有这一种现象，那造成你的苦，那么你要怎么解决这种苦？那佛法归根究底就是什么？烦恼，因为众生一业有轮回，众生是一业有轮回，苦是由轮回来嘛？苦是从轮回来，那轮回才有生死，苦是从这个五蕴生来的，苦是从五蕴生来，就爱取有嘛，有就有生老病死又被恼苦嘛，啊，那从这个五蕴生，那这个就是生死，出生然后死，出生也苦，死也苦，出生到死之间有老有病，有怨憎会，有爱别离，有求不得，啊，有这些种种苦。所以你要解决这些苦，你必须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苦。所以这个叫做善知病，善知病源病因呢。然后你还要知道解决正确解决的方法是什么。你知道了，你也知道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原因。就好像我们现在啊，这个新冠病毒。用这个疫苗，那用疫苗也现在能够解决不能解决还不是知道啊，但是它基本上有真的有效或没效，老实讲现在还不知道
啊，但是啊，但是世间基本上都是用疫苗，啊，用这个疫苗来对治，但是这个真的有效吗？啊，就从这个病啊，从这个病来讲，当然也很多种，有很多种方法，啊，那吃药也确实是有效，但是怎么样能够断治，或是怎么样每次都有效呢？啊，这个就很头痛了，啊，你看现在它又变种，啊，就不断变，啊，那即使打了疫苗的人，那还是会得。那么这样的现象，其实就是可以很明显啊，反映我们人类或是我们在面对种种病、种种苦的时候，那么我们基本上都会试很多种方法。那么你之所以会用试，基本上就是你也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啊，正确要怎么做才好。那所以这个不断试，在不断试验的过程中，你也许会找到，也许永远找不到。啊，这个是单单这一个病就好，还有很多病呢，还有其他的病呢，还有很多啊。那不只是病，还有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怨憎会，比如说爱别离，那么这一些也经常造成我们的痛苦。那再讲到啊，善知对治啊，善知对治，那么就是啊，在这个对治是道了，是苦灭道啊。那佛法怎么对治烦恼啊？基本上就是所谓的三十七道品啊。那么对治当然更不动发啊，就是苦已经一切熄灭了啊，基本上就是涅槃啊。那么涅槃就是一切烦恼断尽，那烦恼不外乎就是贪嗔痴啊，不外乎就是贪嗔痴。那这个是医王经里良医经里面啊，那么说到的。那我们再来看啊，良医经我们说啊，这个杂含三八九经跟一二零经也可以一起看啊。那因为在俱舍论里面啊，它这两部经是看起来是一起的啊。一二零经讲啊，这个应该都是良医经里面的了啊。这个杂含一二二零经啊，这个有一个就是佛陀在讲了这个四圣谛之后啊，一样啊，一样是在鹿野苑啊，婆罗奈国的鹿野苑啊，同样啊，杂含一二二零经啊，所以这两个应该是同，就是佛陀说的时候是一起的啊。那佛陀为比丘说法。那讲了这个佛是大医王啊，善知病，善知病源，善知病对治，善知对治这个病，善知对治啊，更不动发啊，就是就近。那这里啊，这里基本上俱舍论它是善知病状，善知病，善知病愈，善知良药啊。好，那它里面啊说到。啊，说到这个有一个叫做婆伽舍的，那就说完了这个经之后，有一个叫做婆伽舍的人比丘就站起来啊，赞佛啊，婆伽舍赞佛啊，我们就稍微写一下就可以了啊。啊，就开始来以偈赞佛啊，那么他写的蛮长的啊，但是我们就简单写重点就好。啊，这本经是他以拔剑喻，啊，拔剑，拔这个利剑啊，这个苦的这个剑啊，以拔剑的譬喻来说明来赞佛啊。他写的蛮长的啊，不过我们就简单写一个四句偈就好，重点啊。他说：正觉大医王，善受众生药，就近除众苦，不复受诸有。那这个在俱舍论里面都把它放到良医经里面啊，都是在良医经引良医经引佛说的这个四圣谛啊，就是善知病，善知病源啊，那么善知治病，然后善知病愈啊，那么这四种，然后再讲到啊这个拔剑啊，如拔利剑啊，那么这个啊，所以说这个应该是跟三八九经啊，那么应该是
就在那个时候佛说的，然后把它分成两部经了，在杂含啊，然后把它分成两部经了。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好，那现在再来继续看啊，他说啊，那么我今出世为大医王，集诸法药，汝等当服。好，那讲到这里是第九，那我们再往前看啊，往前看，因为上一次讲到啊，四无所谓啊，那么四无所谓里面啊有讲，我是一切智人啊，就是佛自成言，自己这样发言啊。那么我是一切智人，我一切肉尽啊，我说藏道啊，我说净苦道。好，那么在这般若经里面，如果我们把它这样稍微对照起来了啊，对照起来，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看啊，可以这样看。那么第四个啊，我们看第四个啊，在十四页这里啊，第四个啊，就是这里都是佛自成言，自发成言。就自己这样说，佛自己这样说，啊，那么跟佛，我们说佛在成正觉的时候，那么有所谓的自发成言啊，那么还有就是佛刚出生的时候，那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就讲了很多啊，当有些讲，有些讲一句，有些讲两句，有些走四方讲四句，有些走十方讲十句啊，就多了啊，就不同的说法。那么这里是也是啊，都是。我们看啊，都是佛自发成言，自言啊。那么第四个是我是一切智人啊，第四个是我是一切智人，所以他说自发成言，我是一切智人。那么这个很明显的跟四无所谓啊，那么我是一切正智人啊，这个般若经是说我是一切正智人啊，一般都是我是一切智人啊。他在这个。般若经在两个地方有都有讲到啊，就是广胜品。般若经在这个广胜品跟这个四摄品里面啊，都讲到这个四无畏的啊。啊，我们写一下好了。般若经啊，大家可以去参考卷五啊，广胜品卷二十五、卷二十四，四摄品。相对应的，在《大智论》卷二十五跟卷四十八，啊，《大智论》在，因为《大智论》是解释般若经的了，这个在卷二十五，这个在卷四十八，都有解释了。好，啊，我们看啊，他如果这样来看的话，第四个，我是一切智人。那跟处位啊，佛自发成言，我是一切智人，啊，那么是一样的。那如果再往底下看，他第六个啊，第六个我们看第六，就是缘起是第六个，那一样。他说佛在般若波罗蜜中啊，就是佛得了这个般若波罗蜜之后，自说啊，我神得无量，三界特尊为一切夫妇，啊，我神得无量，三界特尊为一切夫妇。那么另外第七个说我是大师，有实力是无所谓，啊，那这个如果我们要对照了来看啊，可能就是我一切肉尽，啊，但是就是勉强来说了啊，那但是从这里来看就可以知道，我一切邪网中得出第八个，就上次我们讲的，我于一切恶思邪网中得出，啊，就是我一切恶思邪网中得出，啊，那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哪些是藏道法。啊，就是说你这样修其实是不能解脱的，啊，那你执着在这样修可以得解脱，比如说六十外道都这样，啊，那婆罗门认为见真我就得解脱，啊，这个耆那教啊尼犍子认为苦行而死就能得解脱，啊，那有些认为时间到就自然得解脱，啊，等一下我们再讲六十外道的东西，那么这一些。佛，你要先确定，你要先确定，你现在做的这一些，其实是不但不能得解脱，还会让你怎么样？还会让你，就是你没有，就是你不知道怎么走，已经是很糟糕了。你还绑着很多绳子，让你走不动，啊，这叫做藏道法。
障解脱道。那么我现在告诉你，你所认知的这一些，你的观念、你的行为，基本上是障道的。好，那这个就是说，我说障道法，很明显的就是我已经知道哪一些是障道法，我已经完全了解哪一些是障道法了。那么行是道，不能净苦，你这样做其实是不能得解脱，不能解决问题的。这个就是你有很多方法，像我们修行的很多方法啊，比如说苦行的方法，你坚持苦行可以得解脱，你就因为苦行不能得解脱，你还没找到正确的路，但是你坚持走错误的路，你就永远找不到正确的路。你不走错误的路，你还不一定能不能得解脱。你没有走错误的路，你能够到，你因为你接下来要走哪条路你不知道，你还没找吗？你还没走吗？所以你能不能到达目的地还不知道，但是你已经走了错误的路，我就告诉你，你决定不能到达目的地。其实是这样的，啊，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借进取。所以佛法要得解脱之前，根本是要证无我嘛。证无我之前，要先断两个，一个叫借进取，一个叫疑。疑就是对于正确的道理跟道路没有办法知道，有怀疑。没有办法肯定，没有办法认定，没有办法确定，所以他会有疑，有疑他就没有力，他就可能不采取动作。那疑就是对四谛有疑嘛，对于这些真正的道理、真正的路，你没有找到，你找到的是错误的路。如果你不走错误的路，那么你有可能会找到正确的路，但是你已经走向错误的路了，就肯定你现在找不到正确的路。啊，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先把什么，就是说这条你这样修其实是没有办法得解脱的，那么就是所谓的一切邪妄中，一切邪妄中，佛已经断了这个戒进取，错误的修行观念跟错误的修行方法，啊，那么佛已经把这样的错误断掉了，啊，这个我们可以。邪思邪妄啊，我们稍微讲一下好了，啊，基本上啊是阿逸多富兰那啊，那么这个波浮陀莫且里善若以尼见子啊，我们把这个邪思邪妄讲一下好了。通常在佛陀时代啊，他把它叫做除了佛法之外，其他的就是叫做沙门婆罗门。一切沙门婆罗门啊，那么沙门里面就是六师啊，那婆罗门就是婆罗门啊，没有特别。那婆罗门在佛陀时代有改革啊，是奥义疏。好，那么一切世间基本上佛法就分作沙门婆罗门而已，就是有要解脱的了，或有要升天的啊，基本上就是分作沙门婆罗门。那沙门里面。沙门是反婆罗门的，沙门是反婆罗门的。那婆罗门主要有所谓的三大纲领。那后来奥义疏啊，那有两项改革。婆罗门早期的婆罗门有三大纲领，啊，三大纲领，吠陀天起，这个是早期的，啊，佛陀小孩子的时候学的。等到佛陀的成佛的时候，已经有奥义疏了，啊，一智得解脱，一业有轮回，啊，就不太一样了。啊，但是还是婆罗门的。那么婆罗门吠陀天起，祭祀万人。啊，透过祭祀，他们解决的方法都是透过祭祀，在佛陀时代还是这样。那祭祀又有分两种，一种是没有利益、没有意义的，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伤害的；一种是不但没有利益，还有伤害，不但没有福报，还有罪业。杀牛杀羊去祭神，神也吃不到，你也得不到，你也不得不到布施神的福报，但是你有杀牛的罪。那你拿水果去拜天神，啊，天神不吃，但是你也没有罪啊，你有善起这个善心而已啊。那么所以不一样啊，祭祀万人，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啊。那么这个婆罗门至上，你祭祀要依婆罗门去祭祀。就好像法会要出家人来做，比较有功德，啊，比较有力量一样。
啊，那越多出家人修行，越久的出家人念起经来，那个功德越大，念起咒来，那个威德力越强。哈、啊，通这个其实是婆罗门的思想啊，就是所以你看我们那个水陆不是聚集啊，非常多的人，你念这个经，你念这个经加全部加起来啊，回向给谁啊，让超度谁哈、啊，你就在无间地也给你拔起来。我告诉你，没有这样子的啊。那么婆罗门至上。那这个是所谓的那婆罗门，婆罗门后来啊，在佛陀时代，他有改革啊，变成两个啊，就是一业有轮回，一智得解脱，就是奥义书他主要的，一业有轮回，一智得解脱，一业有轮回，他不再说济世万人了啊，一业有轮回，一智得解脱。只是这个智，什么是真智？见到真我、犯我就是真智啊！见这个犯我、真我、犯我啊，所以他犯我合一，就是真正的解脱。见到这个犯我啊，那这个是婆罗门。好，我们先下课。